诸法实相之理体，无垢清净，故得无量受持六根无量实相，心意得通达。唉，莫忘那一念，也莫忘那一念啊，时光匆匆啊，记着，安尼过才几十年啦，真正时间过真紧。1979年，当一个念头啊，咧为华联起病院。迄个时，这是当一个念头啦。这个念头一动，记忆力啊，开始就安尼起伏，一路呢辛辛苦苦过程中啦，实在爱感恩的人真多，因为呢，建议完成啦，是1986年，咱开始起家啦。想到迄个时，什么都无，会当伫这几年间呐，将起动念，咧为华联。去病院，到个真正的报答，希望人人来支持，到个病院起好啦，咱启用啦，这个过程，再搁再用心去回想，应该。人人都有记忆啦，也感恩呢。医疗事业安尼过来，已经呢，不敌偌多啦。病苦的人，守护的华人，呀呀，接引了袂少呢。人人来看啦，发现啦。马上治疗，延续健康生命，这好好的想，今年也已经呢得到咱华联病院在世界排名，竟然得到亚洲第一啦，可见。医疗品质提升啊，感恩呢，咱有真多有志行医的菩萨义王，爱感恩的真多。那医疗起好啦，就发现到教育重要，所以开始呢。紧接落去呢，就是为护理起学校，所以组织教育事业开始自1989年啦，护理呢，开始是二专，再来五专。就安尼一路行过来，会记哩伫迄个时，二专开始起业，迄当阵呢，学生107个，组织人啊来庆祝，欢喜啦，20000多人啊来为这107个二专的学生
庆祝啦。迄个时呢，再搁再回忆，真温馨。看到咱慈科大迄个毕业典礼啦，慈科大就是迄个时呢，好转啦，毕业典礼在咱的华人静思堂，虽然啦，我无法度呢亲自去参加，可是那伫咧开会啊，我目睭都看啊，视讯啊，直接呢啊，将静思堂直播啦，视讯转来啦，开始看。为民庄严嘛，迄种毕业典礼如归如仪啦，伫咱的静思堂，这画面真感动。下晡校长啊、家长啊入来敬谢啦，家长就来表达感动。还没说就开始直直哭啊，他是从马来西亚来，表达出了当初要把孩子送来华联是真不甘。这个囡仔出世啦，都念着妈妈，寸步不离啦，忽然间呢，要给伊送来到华联啦，母女老母查某囝别离依依，真不甘。烦恼查某囝来遮，会适合无？会关系无？有通食无？食会好无？住会好无？平安无？真多会挂心啦。后来，咱的宜德妈妈、师兄啦，都甲妈妈联络，定定都甲伊的查某囝生活的动态用相机。安尼拍了，传去给马来西亚的妈妈，你会当安心哦。看这个囝呢，甲大家人斗力吧，那生活啦，等等，真正传去给伊，让伊了解查某囝伫台湾，伫咱慈科大。读书，迄个环境与人和教育等等，老母呢一边讲啊，一边哭，感恩啊，竟然呢，台湾有遮多啦，恭喜宜德妈妈，甲伊个查某囝顾甲遮好。这回啦，要来参加，伊的妈妈呢，就甲伊联络，你做你放心来，住宿伫我的厝里，我的厝亲像你的家，你的查某囝亲像我的查某囝，哟，足感动诶，这就是伫学校，除了咱。办好啦，会当吸引真多教育，真多如归如仪，在学生毕业啦，伫职场伫迄个职业环境中付出，为人群服务，人数嘛未少啊。
都是让人真赞叹。但是爱感恩的，真感恩迄个时，因为咱的工程真快速，电影才开始起业啦，发现着讲好事。在东部困难啊，所以我们要赶紧做培养，尤其是在东部花莲有很多原住民的少年，也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职业学校，让他将来呢有安心的职业，可以服务当地人，那就是属学校，心意已定啦，开始呢筹备啦，安尼呢又是真紧，就学校起好啦。第1989年啊，学校完成开业啦，来参加毕业典礼，家长拢是真感动。外来的人呐、贵宾呐，参加，也有从日本来，啊，几个国家来参加啦，都安尼表达。要看安尼的典礼，这么隆重，这么水，要亲像。主席，安尼的热切啊，安尼的场面已经久不可得啊！国外来、各地来的贵宾，拢是安尼赞叹。其实我伫画面上直播画面呐、我嘛是目睭哪看，内心呢那一直赞。叹啊，一赞叹就无形中想着爱感恩啊，爱感恩啥人呢？那就是杨师表教授，因为咱的学校真紧就起好，来不及呢聘任校长。迄年杨师表教授呢？在我们需要请求他说、是不是先来给我代替校长啊，因为没第二句话哦，欣然接受啊，哪怕是代理校长，他都这样欢喜接受啦。今年呢已经100岁人岁啦，从咱开始起病院，迄一年为着起病院，要安怎样，系医生会当来，病院会当起业顺利，真正也爱真感恩杨师表教授，迄个时啊。伊呢是台大病院院长，关心主治帮忙，所以杜副院长当初啦是台大副院长，曾文斌也是台大副院长，这两位副院长呢？参加我们的筹建委员，就是医疗病院啦，筹建委员，他本身呢也很关心，帮助我们这样病院，虽然是很艰难啦，却也是呢，这样让我们顺利去啦，完成啦，而且呢医生虽然人数无多啦，予咱的病院嘛是安尼呢，当台湾啊发挥了
一直都是品质真好吼，这都是我的感恩的人啦、啊，真正是看到伊的身影，会想到这三十多年来啦，伫组织开会啊，不管是医疗开会。教育开会，伊无有一处欠缺，真侪智慧建议，予咱医疗，予咱教育呢，真侪圆满，哎，而且个会啦，会当个往前直直行，所以脑海中的。杨师标教授永远呐、啊，永远永远都是真正真健康的人。所以呢，杨师标教授虽然是百岁人岁啦，是寿元相平，迄、那个寿啊，真长无量呐、啊，好亲像。相撇同款，相清啦、啊。但愿处世人，人人为这位人间菩萨，对咱教育真大的帮助。杨师标教授，百岁人医，也告诉。在一生日这一天，在八点档啦，播出啦，作为伊的生日的礼物，期待这是为伊这个人生的价值观，在人间故事呢，会当教育更搁较济啦，所以。伊的精神是人生，尤其是医疗教育的典范，这些真难得哈。在这个时阵，莫忘那一年，也莫忘那一年，有真侪的年，他都真有纪念性的投入，请大家人去用心去体会。去了解呢，内面拢有记载的，这就是人生啊宝贵的足迹，也就是咱生命中跟咱的职业的内底的贵人呐、啊，我感恩真正讲不完呐、啊，来用心看一段的纲要吼。佛法啊，就是在基础法实相之理体，无垢清净，高德无量，受持六根无量实相，心意得通达。这段文啊，就是诸法实相。是理体，咱逐天话啦，爱听好入去，还真了解，了解诸法的实相。法本来无体无相，但是呢，伊有真牢固的迄、那个法的传法啦，会当。英雄传授，这个法，就是因为有无体无相，所以伊会当英雄传世。要哪要甲伊的道理啦，用在咱人事物啦，有真侪人伫咧做虾米代志。拢是
根据这个理啦来现体相。咱不管你脚骨走路，你的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，两只脚走路呢真平衡，两只脚踏地啦，在咱的身躯算健康啦，一步踏一步呢，步步向前，踏实走出去，这就是表示心理调和，咱的身体，一切都是平安。这道理啦，人有人身体、心理的形态，所以咱会当做代志。咱的身体上，咱的思考、思考啦，当然从因缘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不断的因缘果报延续。在这个因缘中呢，那多为生，多为活。在生活中呢，咱的观念，一个的无形中的因缘带动，就是因缘。不管多者，在咧讲。一念干呐，讲要起病；一念藏在心里，思考、思考，对，非见不可。所以就爱化为实行，人爱去做，真辛苦，辛苦的过程，结果。一座病院呢，已经起来，这叫做相。起念迄个事呢，是你心理上啦，还是因缘啦？就这因缘安尼的回合，起这念心，心理启动，那心理活动，思考思考。了后呢，起于行动，一点因缘汇合，大家人呐、啊，因缘汇合起来，有缘呐、啊，人人相信哦，人人做难，所以我讲，病院要感恩的人呐、啊，故事真多啦，这。就是诸法实相，几啊十年啦，迄个时的动念，过程中有偌年岁呢，来付出的人，来支持的人，伊安怎会相信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来何欲要去病院？社会上遮侪人。尤其是亲像曾院长、杜院长、杨世彪，因是社会高高在上的人，他也肯相信，讲这个出家人，他要去病院，咱来来支援你，无问我有钱无钱，总是呢相信。有钱无钱，那就是社会这群人啊，需要去病，无钱要去病，咱大家人爱甲帮助，就安尼一路一路将法变成了相，这个心理因缘法啦、啊、结合起来，将安尼呢。起行动啦，这叫做理体，
种无形的软体思想，一直到有形硬体的结果，一直到一座一座啦，有形的建设，安尼直直完成，这嘛会当讲是佛法跟思想是汇合，才会当呢人间有所作用。啊，那无呢？干阿讲，知影诸法深奥，但是呢，无去行动啦，实相呢，都无法度现前。无这个实相呢，哪有理体呢？有道理啦，但是呢，无形体啦。所以咱法要互伊现出实相，总是爱从理，理是看袂到，人爱去接受来，身体力行，所以以理现事，这叫做诸法实相，即理体。用安尼啦，就是甲佛法呢，真多真深奥的过程呢，用浅显人间的事例来甲大家人分享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无垢清净啦，高德无量，咱就是爱有这个无垢。信己无私，信人人有爱，家己绝对呢是清净，点点滴滴啦，都无用伫家己的生活。一粒沙，一滴水，一泡水泥，都完全呢。随大家人要管的人呐，一点爱心，安尼牢牢的给结合起来。所以一片壁、一块砖，拢总呢是安尼，人人点点滴滴汇合起来，才有这么一个雄伟，会建筑起来。所以呢。无垢清净，那就是心无私啦，未受着人间的欲来污染去，大家人的方向，那丝毫无偏差。这几十年来啦，方向正确，无一点啊的偏差错。真清净，无染污，这叫做无垢清净，是因为呢，咱的心无贪恋，不管是为缘诸行，付出无所求，去招呼回缘来，点点滴滴呢，回转来到咱本会，本会去发挥呢，除了建设。还要救济，所以所有的委员拢是无染无垢，人人呢拢真清净，为组织建设而付出，为组织这祖先而付出，这的组织这片呐。世界人都是无垢清净付出的，所以无量是清净啦，伊的事业体呢清净，这些用真济的理法啦，咱来讲咱的范围，还是按照道理啦。也是感恩人人的心无垢清净，
这种点滴回归来做这，这就是咱爱讲事业会当完成，嘛伫这个佛法中的道理呢，安尼完成起来，也若要讲伊的理，那就是无烦恼，心无污染，无杂念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得无量，无量就是无有无明，无有咱做错事心的挂碍，无啦。最有挂碍呢，是有错，惊人知，这是心最挂碍。什么错最惊人知呢？是贪，有了贪欲的他人，以功占为私，这种呢，就是最无法度面对人生，讲会清楚的道理，这就唔对都唔对，所以应该呢，爱真虔诚去忏悔，人生做唔对的。就是爱忏悔啦，在事理中呢，会错啦，为公而错，经过都爱忏悔，这所以爱修行，就是修的防非之恶，如戒无偏差，安尼对当头得到无量啦，咱修戒行在法中。修改其行啊，做人间事，安尼呢，一切完成利益众生，那无有瑕疵，所以叫做无量，因为前面的清净，后面自然啊，都无漏失，无过失啊，所以叫做无量。受持六根啊，无量实相，这当中是六根，干力必摄心意。咱有目睭，好看，哎呀，这个人间是啥物？是贵是贱，是富是贫，这个人间是水还是臭咯？咱有耳仔好听，是对也是唔对。咱有知影必摄啦，真诶，咱诶生活、生命，甲了解外面环境诶气氛，维持咱诶生命，就是身体健康，为人间付出，即种五根甲意念。合起来是六根，在咱见闻中呐，正确。在咱身体力行中无偏差，在咱的思维中无错误，这叫做无量。这是在六根来完成的。那在理中呐，达思。顺着这个道理来完成咱的事，该做的代志，所以无量实相，会当无错误的道理啦，现前啦，无错误，所以心意通达，心通达啦，咱莫忘当年。莫忘迄一念，这真有价值的人生，咱爱好好记着，唔通袂记哩啦。为时代做见证，为人类写历史，人人可记载，就亲像这位
杨时标杨教授，真正伊百岁来啦，也阁是伫咧看 X 光片啦，绝对无放弃的。这是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啦，人生的志业方向，他把握得呢真精准，无有老实吼、哦。这就是伊的人生，所以值得表扬吼。那、哦啊、这就是咱生命所做无聊啦，无聊心吼，咱、哦、爱好好用心啦，来接落来吼。正面的文，三千世界中一切诸君明，天人恶修罗，地狱鬼畜生，如是诸色相，皆以心中现。这段讲过的文，真简单，爱记着。诸天定经典，乃至于幽定，特为金密流、摩诃密流山，诸大海水等，皆以心中现。这是基文啊，过去登行文也解释真清楚，应该大家人也会记得吼。那接下来这段文啊，那就是安尼讲：诸佛及声闻啊，佛住菩萨殿，肉度肉在中，说法色界现吼，那清楚。了解啦，诸佛及声闻是啥物呢？应该大家人也清楚，佛十方世界诸佛，那声闻呢，就是佛的声音，安怎讲啦？咱安怎接受受教？所以闻佛之声，迄、那个教法，所以。二五四性体之理，四性体大家也知啦，一直甲大家人反复苦集的道啊，顶顶啦，这个四字头的道理，大家人呢应该清楚。因为听这个道理了解啦，心内呢无有无明啦，令断见思之行，咱真坦然，咱无有老实掉去，咱该修得好，无有偏差，这呢，咱都有法度通断，断掉了见思行，咱的见解。咱的思考，咱迄种惑，惑就是无明，咱未想未开啦，咱一定呢凡事看清楚，想真开，凡事无差错，这呢叫做断见思之惑吼。那体解诸法之性，咱应该听这句话话啦。了解啦，道理呢有两个的道理，这个物件这么真刚，这么硬，有什么物件，什么款的物理，让这个物件呢，遐尼真软化，这吼、哦，伫这个物的面顶啦，它都伊的道理啦，何况讲伫咱的身心所有。一体有形象的体啦、啊，
咱拢会当了解伊个性相，伊个性，伊个相，性就是理啦，相呢，那就是看会到个物件，所以了达十二因缘法吼，咱已经知影啦，四体法清楚啦，苦集灭道，世间所有有形上的物件，拢无离开因缘法，包括咱的身体，十二因缘，包括这有形的物件，都无离开迄个十二因缘法吼。好好用心去体会，二五力道法啦，修四体法门，咱开始。佛陀安怎甲咱讲？咱开始要修行，也是爱对四体法、四体法门入啦。恁若唔知世间苦，无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是安怎去接因缘，那无去了解啦，咱伫人间就难堪入魔，所以咱应该爱真了解。四体法门，咱会当悟道啦，就体达诸法性本空，十二因缘，那从无到有啦，从有呢到尾啊也是无。世间成住坏空，种种的物件都是成住坏空，那人物。动物要生老病死，拢同款的道理啦。住菩萨顶，佛住菩萨，菩萨呢有大有小，初发心入群的菩萨叫做小菩萨啦。我即马才开始发心，我即马才要来学啦，唔是囡仔叫做小菩萨，大人也是同款。现在才发心了，定，迄个资历真浅。叫做小菩萨，潜心愿行菩萨为大，因为一心自清，所以名大菩萨啦。肉道肉在上，说法色界现。不管呢，伊是大菩萨还是小菩萨，只要伊的道理无偏差，深浅无要紧。大家人嘛，拢将浅的引入啊，小菩萨将伊入来真浅，正确的道理讲予人听。伊嘛会当说法啦，是在独，就是单独家己，单独甲一个人也会当讲话，在众，大堂讲众啦，我法不真深，我也会当为大堂讲众的人来讲话，这种说法色界现，不管这个人的资历是安怎，是。会当对少数人讲话吗？或者是对大众讲话？伊是自浅还是自深？亲像安尼的人呐，这都是会当种种伫咧讲的话，隆重的伫这个修行者心中现出。好，修行者了解啦，
什么人伊会当了解什么法，伊会当去甲偌济人讲话，即讲到辟支佛，或者是声闻，伊就知安尼个根基会当呢修行的程度，会当甲什么人讲话，即是欲度。自意善修净思为定中现光明，心欲在众中立人群现身为众说法，安尼的人伊已经定性真深啦。那讲遐的人会当得到啥物款的助力，对安尼的人。伊就会当知影，讲啊，伊个资历有偌深吼，安尼个人呢，家己心内会知，知影别人个资历佮虾米程度，那欲在众中，哎，这个人会当去大众中说法啦，因为伊有安尼个资历，伊有安尼个本领，所以伊所说。在群众中呢，会当得到什么利益？在群众从这个人讲话，会当得到什么法？什么心得？吼，这个修行者，我那会当了解吼呀。所以立人群现身为众说法。这款的人，在安尼的修行者，色界现，迄、那个心呐、啊，都拢真了解啦。界以行人呐、啊，心中行人就是读诵、书写、身体力行，真有修行的人，这款的行人，种种的众生呐、啊。因的心态是做虾米？伊这行者拢一清二楚，真了解啦。这色相拢真清楚，无了圣心呐、啊，利益分断。亲像安尼的修行者，伊的心拢无了啦，无烦恼啦，伊的性呢，心。已经离开分段生死，咱人生老病死由不得自己，但是有修行者会当修到离开分段生死，这就是已经有得道的人，所以身体不离分段，家己就知影生命体啦，什么是常。什么是无常？这个法性、体性拢分真清楚，这呢是修行者会当体悟生命道理，这来去啦，拢真清楚吼。那为清净故，现一切，因为呢。已经所有所有的人间事物啊，清楚，包括人的身体、人的行为啦、啊，等等。因为文佛说法，把法收入在内心里，身体力行，真修行者，所以一定真清楚。所以各位菩萨。学佛啊，必定呢爱时时法不离心呐、啊，心不离法，法不离人事，人事呢不能
无来合法吼，所以啊，树立一致啦，咱讲甲做袂当通偏差，所以请咱大家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